来之前就听说黄山的雪景是一绝，那今天很幸运能够见到2024年的黄山的第一场雪。我觉得这场雪真的下得非常的美妙，也是为美丽的黄山又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，银装素裹，就像是美人一样，加了一些点缀。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呢，可以让整个国家国泰民安，然后也希望所有人的生活幸福如意，万事顺意。